给个免费的关注，谢谢加我灯牌。现在人不多，你们打字我都能看得见。有必要这样去说吗？有必要这样去说我吗？考蛤蟆不敢不考蛤蟆，不考了。直播间里现在就1000多个人，就可劲儿气我吧，也就可劲儿的说这种话。有句话说，赶一只鸭子也是赶，两只鸭子也是赶，对不对？你们黑一句也是黑，黑两句也是黑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新进来的哥姐们，你们习惯就好，该吃吃，该吃饭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我都习惯了。旁边有个老头来了，没有老头。带老头来荒山野岭的干什么，对不对？你们老是这样去造谣呢，怎么老是瞎说？感谢过客，感谢给小昭送星星，每个哥姐们。啊，我的老天爷！嫁给强哥，我为什么要嫁给强哥？怎么老是这样去造谣？我在你们心目中是不是就配那种武大郎婶的？就配那种土行孙，你们就开心了，是不是？我虽然说我家里穷也没钱，但也不至于让你们给我找些歪瓜裂枣的吧，我好的找不到，对不对？那也不至于天天给我找一些歪瓜裂枣的在这恶心我，你们非要给我找这些歪瓜裂枣的，我跟你们说，我3天我不偷2次腥，我都比较小招，对不对？本来就不合适的人，就你们非要，对不对？一个这么对吧，这么大的锅你非配这么小的盖儿，这怎么合适啊？我是打个比方，因为我是没文化，我就这样打个比方让你们易懂一下，就不在一个频道，你们就不要老是瞎介绍了。觉得我说的对的哥哥姐们送个小心一点的赞，对不对？你们老是这样去瞎造谣呢，就算你们非要把那些什么老头介绍给我，我肯定会偷腥的。你们难道见我偷腥，看我偷腥，难道就是好女，就是好孩子吗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不如找个合适的，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。你们非要给我，我喜欢的是汗血宝马，你们非要给我安条驴、安织女，我怎么能够接受得了啊？再这么过分，发福袋不发了，就这么点人不发了。谢天哥，我没钱，没毛，没东西，没东西发。为什么老是让我去下去洗澡？我干什么？宝贝，又回野外了。哎呀，怎么？